Hello and welcome to day 8 of the Lambrin 43. 欢迎来到道次第43期的第八堂课。 我是Pachi, 我在ACI工作。 那我今天是大家的主持人, 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我们的学习, 道次第的学习, 还有两个非常美丽的冥想练习, 就是自他交换和许受。 那请大家温暖的欢迎我们的老师葛西麦克。 我希望你的儿子Shanti现在很好哦。那今天早上我有一个好消息，这一个卖掉一个了，也许可以卖掉第二个。就是我们预计。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筹到10万美元给我们的施予受服务资助。那我们现在24小时内已经得到4万美元了，所以请大家保持你的步调，不要慢下来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资助计划已经有4万元美元的资金，那请在。 大家回家之前把剩下的也筹进来，所以你能够给5元、10元都很好，这样你就可以继续累积你的业力。那在越南的货币里面，也许你可以给1万，是多少？大概2美元吗？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文本上，我们在念图43.26的念图那边。 Basically, he says. 基本上，他说的就是这个技巧，就是把一个问题转换成狂野的成功，就是把这个机会变成一个成功，一个很酷的事情。有一些事情可能原本看起来像是阻碍你，却是帮助你。 可以超级充电业力的事情。如果你无法把问题转化成成功，那么会有一个危机，就是你也许会因此放弃你的修行。所以，并不是只是你要有技巧去把问题转换成一个良机或成功。 如果你没有去发展出这样的技巧，有一个危机，有一个机会，你会因此放弃，把一切都放弃。那算时三，比如说就有很大的，总是遇到很大的问题，在这边20几年来，每一年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而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在全，也许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进修中心，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很固执，你要有佛法的固执。我像我的太太就有一位很固执的先生，懂吗？好，下一张图，这是谁呢？是一个事业女性。 那你要把这一张图记在意识里，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年轻女性。然后他就开始列出一些很特别的灾难，就对于一个学佛的人，他说：“Kosa，念Kosa，Kosa的意思是，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 你得到升迁的机会，在工作上，你成为可能像是副总裁这样的地位，可是这是一个这个地位，其实是一个大灾难。
佛法学佛法的人他们得到一个地位 check 的意思是他们就会开始变得很骄傲很自大就是他们可能变成 ACI 的助理总裁所以成功有时候会变成一种障碍所以你要懂得把障碍变成成功可是也要小心你的成功不会变成你的障碍这个是 很有趣的一个念一个想法对 Chipa 这个词的意思是修行佛法的人就是佛法那这里他讲到有很多修行佛法的人因为成功而被搞砸就是他们太执着于自己得到的地位然后他们就失去了修行问题是一个危机如果你不懂得把它转化成良机的话而良机也是一种危机就当你把问题转化成良机良机却又变回了一个障碍所以他说你要保持自己在中道上那顺带一提这并不代表说你就不能去当总裁或者助理总裁 Jake 的意思是傲慢那我以前在钻石生意的时候也是这样那 Nor Chunwa 的意思就是有些人在工作上得到一些钱 Chushur 的意思是什么 Shur 的意思是他们的佛法瓦解了就是他们在那个冰上滑倒了意思就是他们执着在他们得到可以去买东西的金钱上所以例如说特斯拉然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糟你的特斯拉会变得越来越小然后有人说哦，你没有特斯拉 Z3 吗然后就会一直想要升级你的特斯拉可是他们不断出新的型号那所以这里他说抽气意思就是当你得到一些钱你就会受引诱去买更好更好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你很幸运你遇到了 ACI 以及钻石山那些向你募款的组织就这个就可以排除你那些金钱的问题了因为你就可以把钱捐出去那顺带一提我们并没有在赚钱我的银行账户上周归零了我们非常兴奋 Some people get 有些人他们会受到打击就是当事情搞砸了他们会受到打击确实那他说你就要保持在中道上如果你可以学习怎么样在成功跟问题之间保持在中道上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佛法修行者就是事情顺遂的时候跟事情不顺遂的时候你都要保持清晰的头脑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失去他所有的金钱所以你一定要在心里做好准备所以当它发生的时候你才不会慌张这里他说到这几乎更好的是你从来没有听过佛法比起你听到了佛法然后却把它搞砸了所以你在钻石山就已经受了这个诅咒因为你听到了佛法对这个其实是更好的你宁愿没有听从来没听过佛法就你可能在这个十号公路上面然后就直接开往那个印度餐厅而没有停在我们这边所以如果你既然听到了佛法就要尝试不要放弃坚持修行那这里酷
这个藏文意思不是英文的酷很酷的意思，酷的藏文意思是你尝试 Kuchipa 的意思是你假装有在修行佛法然后你把它搞砸，所以酷的意思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忧郁的一个词。所以你尝试修行一些佛法可是却搞砸了，这一次真的很糟糕。那我的老师肯仁波切有一些在座的同学有见过他，他是他很常用的一句口头禅的英文就是这个很糟糕。他经常会看棒球赛，然后在棒球赛里面有一些术语，然后他就会在日常生活里面用。因此很重要的就是要确保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你不会让它伤害到你的佛法修行，然后你把它转化成一些良机，然后让自己成功。那他有概括了一些不同的方法，如何把问题转化成良机，然后转化成狂野的成功。这里讲到 Dela Gurwa， 我给$50，我们之前有讲过是什么？谁说的？对，转化，请跟静美拿$50。Gurwa 的意思是转化，就是我们在两天的闭关当中做的，对吗？这里说到你可以把问题以 Samba 或 Jorwa 来转化它。 Samba 就是用你的动机， Jorwa 是用你实际的行动。对， Samba 是在 Jorwa 之前的，所以他说你可以转化问题透过你的动机，就是起心动念在心里，或者透过你的行动去转化，那最好是两者都做。然后他说第一个有两个分支，顺带一提他是一个很低阶的格西，就来自嘉荣康村，就是在20世纪最伟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帕翁卡仁波切，也是来自嘉荣康村。那我也是。那好了，旧事就不提了。高阶的格西他们会有额外的12年的学习。那我当时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有别的事情要做。Low level means 20 years. 低阶的意思是20年，高阶是30年左右。我大概是晚了15年开始，所以我完成可能头发都掉光了。啊，然后他讲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动机用两种方法，一个是透过行动，一个是你的观点。那我们之后会提到，现在先不用太紧张。对 Dambuni 这是第一个 Lama Chipa， 然后他就引用了那个供养上师的文本。那他一直都有在引用这个供养上师的文本，引用了很多次，大概引用了那个修心七颂。然后他也讲到这里呢是外在世界，在藏文意思就是那个锅，那个全部人都在那个锅里面，然后缺就是那个锅里面的东西，也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所以你有这个外在世界，就是那个承载这些人跟动物的锅，然后还有锅里面的人跟动物。
然后他说那些人也包含动物，因为在藏文里面人这个词跟梵文也是也包含动物。当我们说人，就是用藏文讲，就是藏文或梵文讲人这个词的时候，是泛指一切众生，有情众生，所以我们并没有去分辨人类跟动物。然后他讲到供养上师的文本开首讲到世界以及世界当中的内容充满了恶业，就那个锅子跟锅子里面的内容都充满了恶业。那他是想要讲什么呢？我好像有把英文放在这边，这个可以慢慢的往下滑。世界以及住在世界当中所有众生都充满了每一个他们所犯过的错的结果，愿这些痛苦如雨般落下。那这里就开始了那个转化的过程，就我祈祷世界所有的恶业都能够落在我的身上。所以顺带一提，要小心你祈愿一些什么，因为你可能在心理上要先做好准备再做这个修行这个练习。因为如果你真的祈祷这么期许了，要确保好你已经准备好接受那个结果，这个是因为它真的会到来，就是让所有的恶业都降在我的身上。愿我看见我自身所有的恶业的成果最终都会消耗掉，所以我承诺去承担所有人的问题，这样就可以杀死我所有的恶业。所以当你同意去承担别人的恶业的时候，就会杀掉你自己的恶业，清除你自己的恶业，很有趣。所以如果你能够承担800万人的恶业，那其当中其中800万人就被净化了。我也不确定这个是否可以听成是一种 ACI 的募款策略。然后愿我学到如何把每一个问题来到我身上的所有问题都变成一个修行之道，让我走得更远。那所以在这里他保持了这个道次第的教导风格，就是去引用一些文本。那我们是比较进阶的人，因为我们都整天在用手机，所以你只能记住两行的经文，因为 我们有那种省时的装置。你有发现你的那个原本应该帮你省时间的装置却一直在浪费你的时间吗？好，然后这里这个是修心七颂。好，这里讲到这里有 gyur 这个词，对，转化。然后 kenen 的意思是你生命当中的问题， kenen 就是你人生的问题，也就是一些不好的因素。然后他说把它变成 lam， 对，把它变成道，就变成通往成佛之道。把你每一天遇到的挑战变成成佛之道，也就是狂野的成功。然后这里有一个图我想要展示给大家看。哒哒，我去找这些图片的时候其实觉得蛮好玩的，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表达，你会知道将会知道是为什么。所以他就像一个很年轻的科学家，然后他有一些很棒的想法。那之后我会给你们考试这些念图哦。那念图英文叫 idiom， 所以不是 idiot， 不是笨蛋的意思哦。
顺带一提，这个你要念 Natsa， 这我有备注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那这个很容易会解读错。那藏文在每一个发音之间会有空格，就是就今天如何，就是每一个发音每一个音节都会隔开这样子去念。所以这里 Natsa 疾病 Ja 就是敌人，你也可以说是竞争者，在你的可能工作或者生活当中的竞争者。 Day 是魔鬼，就是一些灵生灵。Ida 就是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一些不开心的事物。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概念，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概念，如果你明天回家的时候什么都不记得，至少要记得这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你可以拿回家，然后会帮助到你的余生，然后是很细微的，你需要几分钟去理解消化一下。 Human nature， 人性，人的本性，就是去责怪别的事物，就是对于你的问题，Shinagel 就是把它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责怪任何其他的人事物，但就不责怪我自己。所以人性就是会在心里，无论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去避免任何这些概念，而去想说这个不是我的错，这是人性。所以要克服这个人性是很难的，要去抵抗这个人性是很艰难的。因为人性就是想要责怪别人任何的问题，他并不是说坐在你就在钻石山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是更深的。人们非常艰难的去承认一切来到他身上的问题都来自业力，他们渴望的想要责怪其他东西，不一定是别人。然后他说到 Geparma， people will say， 人们会说我生病是因为我吃错了东西，我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我吃的东西。或者对，在西藏我在厕所里面见鬼了，那所以这个病是来自那个见鬼的事情，因为我见了鬼。有时候他们就是会打烂那个厕所。人性就是这样，当你有一个生理上的问题，因为人们一定会说我一定是吃错了东西，吃不对的东西，或者是我缺乏某种维他命某种养分，我应该改变我的饮食。或者在西藏他们会说我一定是撞鬼了，就当我经过那个厕所的时候之类的。他们反正就说他们会说我刚刚在寺庙里面还很好好的，可是现在我一回来人就不舒服了，我一定是在路上有撞见鬼了，我一定是在路上有撞到不干净的东西。那我们现在会把它称为什么呢？病毒、细菌，其实是没有差别的，是一样的概念。我一定是有中了那个病毒，我一定是中了那个细菌。其实这个是非常原始的想法，就跟在厕所见鬼了而生病是一样的。因为在藏地的人从没听过关于细菌跟病毒，可是我们讲的话其实后面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一定是在哪里惹上了这个细菌，或者是哦，我之前在就是中卡巴的那边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所以我现在这样，醒过来吧，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这里他很生气，他就说大家不要再迷信了，不要说因为你在哪个中卡巴大师中心里面，然后因为你坐在 Rob 的旁边，因此你就生病了，不要再这么迷信了。科学是一个非常进阶的迷信。你看那个图，懂了吗？就是这样啊，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不是病毒的错，不是新冠病毒的错，醒过来吧。不是第36个恶魔在那个那块钻石山的那块岩石的后面，算了吧，不要再去责怪其他事物了。也许是病毒，也许是恶魔，可是谁创造了病毒？它来自哪里呢？我们不要再责怪那个空气了吧？为什么你会得到新冠？因为氧气啊！哈？你为什么得到新冠？氧气啊，也是氧气的错。那所以你要停止呼吸了吗？也许吧，因为氧气里面带着病毒啊。只要我不吸入那个氧气，我应该就好一点了。就好像你在责怪那叫什么，你在责怪那个道具，而不是责怪那个源头。哦，是那阵风，那阵风把新冠病毒吹过来了，不是那阵风让你得新冠的。那是不是那个从别人口嘴巴喷出来的病毒让你感染的？不是，是你的业力。那个漂浮在风中的那个病毒只是一个道具而已，所以不要再责怪他人，你自己的问题。所以要专注在真正的因上面，然后处理那个因，去处理那个因，这样其实还更便宜呢，不用太花钱的。要照顾好你的业力，是不是就说你就不该去看医生呢？我的上司之前都会说，你先照顾好业力，然后再去看医生，这个是很好的策略。那格西老师有没有说不要看医生的？我没有这么说，我也去看医生的，可是要先处理好你的业力再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会有用，而且还帮你省钱。哎呦，我的电脑又死机了。当你走到我这边来的时候，它就开始又运作了。可是如果你不走过来的话，它又不开始运作。没有了，开玩笑的，可以的，可以的。所以你要这样去思考，是不是你的饮食的问题？也许，可是有一个很烦的人，就是当你住在纽约市，就是你在那个地铁上，然后有一个很帅的人在那个地铁里面吃着巧克力，然后你就想说，怎么可以这样吃那么多垃圾，竟然还这么帅？哎呦，电脑拜托啦！哦，有了有了，他们把这个称作死亡之轮。就那个电脑跑出来有一个圈圈一直在跑的。几乎好像我继续讲之前，好像他要给一些时间让我再三思一下。所以人们就是会责怪别的东西，像是细菌啊等等。我
会把这里顿我会翻译成病毒跟致癌物。那在藏地的医生怎么做呢？就是来你的头上拿一块砖头敲一敲你的头，应该就可以停止你生病了。而现在呢，这个年代呢，医生们就会给你那些化疗啊、电疗啊等等一样的，其实都是同样的原始，就是跟用一条棍子去打病人，然后那个魔鬼就会被打走，是一样那么的原始的方法，是一样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不先照顾好你的业力，这些方法都没用。所以你应该要做什么呢？就不要做化疗了吗？我没有这么说，要先处理好你的业力，然后再去做化疗，就是你要快速的处理好你的业力，再去做化疗。好，下一段 Kangla Tuk 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意思是 Sawa 是根， Sawa 是根， Kangla Tu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下一个图，这是谁？这是哥伦布，大家不认识哥伦布吧？如果不是来自北美的话，在1973年，当我的上司发现了一个恶魔叫做电视，那我真的相信一个恶魔般的人给我老师买了一台电视，我真的觉得那个是一个恶魔。然后晚上8点的时候，就是我帮我老师建了那个房子，然后他住在2楼，然后他就会一直踢地板，一直用力踩地板，然后我就得要马上跑上去。然后哥伦布就是像一个像福尔摩斯这样的侦探，然后就叼着一根烟，然后在电视里面就说，你没有杀死你的老公吧？那为什么那个梳子会在椅子上呢？然后他就看一看，然后说，哦，他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女，然后他就跟那个女的说，这难道不是你捅你老公一刀的时候那个梳子掉下来的吗？然后他就穿帮了。为什么在这里会提到他呢？你要成为一个业力侦探。哎，我现在有一个健康的问题，你就要像那个侦探一样想想，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到底造了什么业呢？你应该成为一个侦探，一个业力侦探。你要自己自我疗愈，自己诊断，就像一个医生一样。那你的治疗是什么？就是你要去回溯你的问题来自哪里，就是看为什么椅子上会有一个梳子，因为他总是有能力让对方自己告白说，哦，好了好了，是我杀的，没错，是我杀了我老公，好了，不要再烦我了。然后你的业力就会说，好了好了好了， 我投降，不，的确不是因为病毒，不是因为新冠，也不是你的水里面的那一些微塑胶，是我了，是业力，是你的业力的问题。那意思是说你就应该去用塑胶的水瓶呢？不是，这个对环境是不好的，而且它会释放那些就是塑胶微粒在你的水里面。可是你要先停止你的那些恶业，不然的话你用什么水瓶都一样。Minduba means stuff you never want. Minduba 就是你从来不想要的事物。To come 是什么呢？苏根就是欲界。Minduba 就是一切你从来不没有对它没有欲望的东西，所以是你从来都不想要的东西。切的意思是总量。这里切就是量的意思，切就是总量的意思。
就你这里你说你从来不希望它发生的 Lake Chiba 它是由业力创造的，所以不要去责怪致癌物，不要去责怪病毒。哦，葛西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对着人家的脸用力的咳嗽呢？我没有这么说，我建议先建议大家戴口罩，可是同时要照顾好你的业力，这样口罩就有用。好，现在他讲一个非常深的事情。我现在太太，我还能给多少钱啊？300吗？要一个很棒的答案哦，我300可以吗？要回溯，就仿佛像哥伦布侦探。我是谁把那个梳子放在椅子上的呢？然后再回溯到那个梳子之前的那一步，我们这样回溯我们的业力，那个业力来自哪里？他这里说什么？这里他说什么？就是你的自我真爱，你的我爱值。你想要治好你的病吗？你要去对付你的业力。你要想要治疗你的业力吗？那就要对付你的我爱值，要去对治你的我爱值，这个就能够治愈你的业力，就能够照顾好你的业力。什么意思？所以要移除所有我以前做的所有坏事吗？不用，你就去到那个业的根。业的根是什么？就是我爱值，就是首先照顾自己。那是不是就是说不能照顾自己？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而且我也不希望看见任何的殉道者。在佛法里面的殉道者是让我觉得最讨厌的人。哦，这一些甜酥饼 我就全部都不用了。可是明明就有足够让大家分的甜酥饼啊，你不用自我牺牲可以吗？所以要成为一个哥伦布侦探，也许你可以买一只雪茄去装一下。那我跟 Veronica 我们去巴黎，然后我们去到饭店里面，然后再放好行李之后，我们就去到一个很漂亮的咖啡厅，然后点了法式咖啡。顺带一提，我们是去出差的，记得吗？我们在那边给某人证婚了，还记得吗，太太？然后那边有一家雪茄店，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同时间说，我们要不要来抽一根啊？我们从来没有抽过雪茄，然后我们就去那边买了一根，然后我们就一起在巴黎街头抽着雪茄。所以拿着一根雪茄会让你有比较能带入那个侦探的角色。这个我生活里面的问题一定是来自我的业力啊。要成为这样的侦探，那接下来要干嘛？什么引发了业力？什么引发了？爱我，我爱值，就是那么简单。哦，我不懂那个业力。是啊，没人会懂业力，只有佛陀才懂。可是有一个指引，什么是指引？因为在某个时间点，你先照顾了自己，你先想到了自己，你想要修进吗？修正这个问题吗？想啊。那我给你一个天才的答案，就是停止你的我爱值，停止先照顾自己，你要开始修行平等权利。所以其他人也有平等的权利去使用你的时间，那你应不应该伤害自己去服务他人？你是否应该彻夜不睡，然后彻夜开车，然后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里面？我在对你后面的女士说话呢。你应该要照顾好自己，不然你无法照顾别人，不然你就会出车祸，可以吗？懂吗？
took 的意思是，这里很重要哦， took 的意思是去见某人或者跟某人有接触，这里的意思是什么？ Ranchin 接了 took， 这个就是侦探工作的结尾，就你去到回溯到那边，然后就停在那了，就是你的回溯，你回溯你的问题，就是我有致癌物，我有不好的饮食，我有病毒，我有一些撞鬼的经历，就是在厕所那边，然后我再往回回溯我的业力，然后再回溯到我爱职，我先照顾了自己，然后再往回了就没路了，就已经到那边了，因为你已经做这些事情做了无限那么多年，无限那么多个生世。那我爱职的因是什么？就是我爱职，就是你无限那么多的年，无限那么多辈子都在我爱职当中，所以你这个侦探的查案回溯的过程回溯到这里就够了，你就可以放松了，你已经找到因的根，所以你不需要是一个科学家就能找到你得癌症的因，来到回溯到这边你就已经找到那个根源是什么了。And I put the English there for you. 这里我把英文放进去了，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一个词。如果你在寻找为什么有人会抢劫你的车子，就打烂你的车窗，抢了你的钱包，尝试去跨越了那个贼，就是不要去追那个贼了，你应该要去追的是，就如果你钱包被抢了，不要去找那个抢你钱包的人，去要去追寻哪一个业力造成这件事情，就是我爱值带来的因，那然后你就可以放松了，这样你就找到那个问题的根源了。在这里他说的是，在你的社区周围，然后去寻找谁拿着你的钱包，这一个是不够的。Ronky laying in， 这是你的累 ，in 是不好恶业，你的恶业。他的下一句要讲什么？这个是预期性翻译，就是闭上眼睛，然后猜测他作者讲的下一句是什么。对，这个也会回溯到你的我爱值，要回溯到你的我爱值，就是首先照顾自己。所以很棒的一个翻译技巧就是预测这个作者他将要讲的下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在最后一句话之前闭上眼睛，然后不看那句话去先预想的翻译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翻译技巧，对于翻译译者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可以训练的技巧，就去猜测他要讲的下一句话是什么，然后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去修正，很好玩的。就当你可以像一位上师那样去思考的时候，你就可以写出他的下一句话，然后你就会写对，很酷的。然后这里有一张新的图给大家，我有今天早上寄给你了，我今天早上喝完咖啡的时候，好了，没关系，反正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藏民，好，你找到的时候再把它打出来好了，是一块木头。So when you get, 对，当你生病了，就有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体上，天然就是我们得到某种问题。Now he switches. 现在他就换档了，他就说，因此生病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它会强迫你去想业力，也会强迫你去思考你以前一定有我爱值，你一定是曾经先照顾自己。 Drupal 是什么？朋友，朋友。 Drupal 是一个很好的藏文，那梵文是什么？ Mitra， Mitra， 就像 Dharma Mitra， 就是 法友的意思。那 Maitri 也来自这个字根，或者 Maitreya 弥勒，就是究竟的朋友。Getting sick is the process. 生病是一个对你恶业的顶礼板。有找到顶礼板吗？That far. Anyway, I 好，还没收到。反正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木板，大概是这么宽。然后你在手上戴一个特别的手套，然后你做一个全身的顶礼，然后那个板子有稍微有一个角度倾斜，然后你下去的时候，你就自然往下滑，然后你再站起来。那我去到医生那边，然后他跟我说你要去做这个，像我的上司就会做500个顶礼，我是没有时间做了。然后我的医生跟我说要去上健身房，所以那个上帝的那一些上司们，他们这个就是做大礼拜的时候就仿佛上健身房一样，就是既能够累积善业又能够健身，可是这个其实对你的膝盖不大好。那这里讲的就是要去思考你的病是来自哪里，就是你的顶礼板，就是你需要有佛法智慧的顶礼板，你的顶礼板就是你的佛法智慧。当你身体上感觉不适，那就要做一个每天的锻炼，在你的顶礼板上，意思就是要去做你的每天冥想，然后这个就是你的顶礼板。要做好这个冥想，你才去健身，这样健身才会有用。你要有对的动机，你要做出新的决心，就是决心要修行他爱值，要先照顾好他人，然后这样你才会改善你的高血压问题。去做运动改善你的高血压是不是有问题呢？没有问题是好事，可是你要先处理好你的业力，才去做这一些锻炼，才去做运动，那运动才会有用，懂吗？好，这一张图也不错，我们先来讲它好了。他在某件事情上成功了，所以你心中也要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可能他升职了，或者他胜出一个选举了，或者是他选举落败了，可是他以为自己就是当上了，我也不知道。好了，反正佛法里面我们就不提政治了。然后他说到 Shape Shin，现在他讲一个新的话题，他去到一个新的话题上。当你真的生病 Naza， 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去想一想，当你生病你就应该庆祝，就像刚刚那个人那样。为什么？因为你就爆掉了一些坏就恶业啦。你中了新冠那边还没，哎呦，怎么那么可怜？不要担心，
你是一个好人，所以你最终一定会中新冠的，等着吧。你一定有个机会可以去消磨掉你的恶业的，没问题。这是七俊阳。Then he says, 然后他就说到，如果你真的去想一想，顺带一提，我们十分钟后会做问答，所以如果你在线上准备好，把你的问题寄给 Tim。Then Dila Mimbe Goche. Okay, this Goche at the end. Goche. 这个最后的 Goche 是一个非常难的词。我所有的单词都来自跟我上司的直接接触。我们一起住25年，所以他会跟我讲很多话关于我的，可是我得自己去找他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是这么教我的。我当时也没有字典，我其实就只有我的上司。那所以我可以记得他教我每一个单词是在哪里，什么状况之下，我就会记得很深。那我记得我们当时一起在建一个人行道，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寺院旁边，就我们想要加扩那个人行道，所以我们就一起去建那个人行道，去铺那个人行道。然后我们把卡车开过来，然后把那些水泥都带过来了，然后有一个可以抹平那个水泥的工具，他说你有没有拿，我说没有啊，你拿不是吗，他说我没，我才没拿呢。然后我们就说那怎么办啦、啊、然后他就拿起一块木板，然后他说 Goche， 我就想说什么是 Goche， Goche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那个工具来用，所以勾却是什么意思？替代品，说得好，谁说的？对，可接受的替代品，它不是真正的那个东西，可是是可接受的一个替代品。所以这里他说的是，如果你真的中了新冠，这就是一个勾却，去净化你恶业的勾却。你是否聪明到能够提前净化你的恶业？没有。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种新冠，可以吗？那所以一种新冠就应该很开心啊。我没有一个，我没有，就是我没有受到一个，就是好像上法庭一个审问，就盘问的过程让我可以提前去忏悔我的恶业，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所以就用重新冠的方法，就是一种忏悔的替代品。就是你会生病，如果你有做事力量，你就应该不会生病，可是如果你没做事力量而生病了，你就应该庆祝，应该很开心，因为这个跟做事力量是一样那么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恶业会在更低阶的时候就来到我身上打开了，所以你引发了一个恶业的早产，所以你是引发一个恶业的早产，所以让你的恶业变成癌症之前就成熟打开了，所以在你得到癌症之前就要尝试让你的恶业早产。对，那个原本要给你癌症的业力，试着提早去引发它爆开。如何提早引发它？就是你 决心承担他人的问题，这个就可以引发你的恶业早产。这个是一个很酷的练习，可以吗？所以你是决心，你自愿的决心说我承担心田的业力，就是我自愿去接受你的业力。你是可否拿走他人的业力呢？是无法的。可是你这样下定决心去承担他人的业力，能否累积善业？可以。这一个善业如此的强大，它可以引发你的恶业早产，它跟势力量是一样那么棒的，它是有一点
有一点迟来了，而且会有一点糟糕，可是晚点来总好过不来。所以如果你不够聪明，提前去做事力量的话，至少尝试去承诺决心承担他人的业力，这样就可以引发你的恶业提早打开，可以吗？那这个起心动念去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也是足够去引发你的业力早产。所以这个是生命之轮第八第九缘起之，是苏根好像昨天已经结束他的这个工作了，那可是他现在在清理，做最后的清理，那个文本翻译的最后清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念 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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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g， 意思就是hang hang 的意思就是让人晕眩的一种兴奋感。所以如果你不是在你在第二堂没有就是跳着的在走路的话，就是在想说我做到了，我做到的，我中了新冠了耶、那你就是没有练习好。所以真的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有做好你的闭关，然后你尝试去承担他人的业力去做施与受，你的施受法有做成功的一个指标，就是你会得到一些小小的业力灾难，比如说中新冠，或者是你终于可以得到你最心爱的男孩跟你去约会了，但可是你在前一晚却中了新冠不能去之类的，所以你应该要在这种时候觉得很开心。还有我们现在有五分钟的问答，我们再五分钟就会有问答。Da 的意思是 Junju，我生病了，对，怎么了？我中了，我终于中了，我是尝试去承担别人的业力，然后我就生病了，有效哦。尊住，有，就是梵文的尊住有两个翻译，就是金刚乘的天人，然后 Siddhartha 释达多，释达多就是那个成为了佛陀的王子的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做到了， Siddhartha 是做到了， Artha 是目标， Siddhartha 就是 Siddhartha 就是我做到了。所以如果是要受菩萨戒的人，这一个取这个名应该很不错，就是我做到了， Siddhartha 释达多，我做到了，我达到目标了，我做到了，就是嘿嘿 Siddhartha。 就你要给大家名字吗？对吗？你有给大家取了名字对吗？我不用烦恼了，很好。所以如果有人晚了报名来受戒，就可能就是十分钟前才能才来报名，那我允许你给他们 Hong Hong 这个法名，意思就是嘿嘿释达多。 Dawake 就是你应该超级开心，就是你应该要超级开心。所以如果你尝试去承担他人的业力，然后你就有了一个一般生活的灾难，你就可以责怪你的修行，就嘿嘿，我终于这个修行有效了，我做到了。然后你就可以说，我祈祷所有的其他的糟糕事都来到我的身上，
我得到了新冠，我2%的恶业打开了，那我祈愿剩下的98%也来到我的身上吧。顺带一提，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祈祷，可是如果你真的能够这么祈祷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很快乐的人。因为你会用掉花光你所有的地狱业力。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他们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很开心，他们就会变成哼哼，就是那个笑笑士达多。所以你真的如果有做好你的施受法，然后你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你应该要超级开心，因为你刚刚消耗掉的那个恶业是会让你下地狱的恶业，所以你宁愿得到一个重病也不要下地狱。你应该要狂喜啊，得到这个严重的病的时候，因为你就不用下地狱了。做得好。这意思是说也要祈祷剩下的恶业也成熟在你身上。I pray that 我祈祷我的病应该可以替代所有众生的痛苦。我祈愿我现在的健康问题可以消耗掉众生的痛苦。我之前去做割这个胆的手术，然后我就来这边教课，然后我躺在地上，我要去医院，我得要去医院。就那个时候静美已经准备好要把我拉上他的车，然后可惜 Lothar 就说我刚刚才写了一句很长的话，然后可不可以等我一下，然后我就说老师啊，我已经要躺在地上了。他说你再躺一下再躺一下，然后我就说这样如果在这个长寿祈祷文当中我忽然折寿了，这样不太好吧。 好反正就是一个笑话。 Go to ba 就是当你得到一个问题，你要期许他能够替代一切众生的痛苦，就是当做一个替代品，替代所有众生去受苦。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会有15分钟的问答，然后再来休息。I look pretty tall, but my heels are high.That's an old hippie song. 这是一首很旧的嬉皮歌。好，可惜老师。So the question. 这个问题是，我看一下哦。因为有这么美妙的一个施受服务资助计划，可否教我们，尤其如果从一个佛法的工作上得到了一些收入，如何可以珍重的使用这个钱而不浪费它？那很好的问题。我们在钻石山的 ACI 课程前15年都没有人是有领薪水的。我付钱去给所有的开销，然后那个时候我负债非常多，我是有庞大的负债的，庞大的债务，也没有人付我钱，那我还要付钱去买那些笔记本啊等等。然后之后呢，人们就开始帮忙，然后人们开始帮忙过度，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把一些捐款就是给某一些人一些时薪，
可是我们还没有到达一个程度可以给每一个人都付薪水，可是这里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去做这个施与受的福补资助计划。那我在想，这边我们现在也有线上的翻译，因为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线上的，所以有人在线上每天花六到八个小时做翻译，可是他们完全没有赚钱，完全没有因此而赚任何的钱。所以我们希望能尝试有这样的资助计划，去帮助这些人，去给他们的开销。那如果你跟你的伴侣有一个承诺，或者是承诺生小孩，或者是承诺给一个贷款，就每月付贷款， 你有许下这样的承诺的时候，不要因为你学佛法已放弃任何的这些承诺。我重复，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已经有承诺，你的家庭承诺去付你的房贷车贷，承诺去照顾你生病的父母，你有许下这些承诺了，然后之后你去做佛法的服务，你报名成为佛法的翻译，你会有一个诱惑，受到一个诱惑，就是我因为想要你履行我的佛法承诺而去放弃我旧有的承诺。不要这样做，你既然许下了承诺，你就要遵守你的承诺。所以这个施与受服务资助计划是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能够仍然保持他本来的那些承诺，就是你承诺你的家庭，你去支持你的家庭，你的太太先生，你的父母，你要持续做好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尝试去让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些收入。也许你的工作是值$100,000的，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可能只能付你$20,000，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可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良机，就像我之前说的，你也许可以放自己一个假，放假一年或两年，然后支持你自己去做一些很酷的佛法修行或工作，然后再回去做你的公司的工作。我的祖母跟我的母亲在几个月内都陆续的去世，然后我的祖母是非常富有的，可是那些钱很快就会花完。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没有工作，然后我也在上格西的课程，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能够给你一些金钱上的资助。所以我也花了25年、30年的时间去募款，去给人付薪水，然后我真的可以开始付人家薪水了。那我看见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有些人他们很努力工作，然后非常成功，极度成功，像 Tim， 他们就是做非常非常好的工作，工作品质很高。然后有些人呢，拿了钱却停止工作了，我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我现在在一个很糟糕的状况当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真的，就是我给某些人付薪水，然后他们就停止工作了，就不再工作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业力，就是去浪费佛法的资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业，很重的业。所以当你去取用佛法的钱，你就得要做好你的工作。所以不要从这个施与受服务基金当中去拿钱，然后不工作，这个是很重的业力。
但我也说你不需要是一个天才才能够去做好你的工作，你知道自己有没有努力工作，你诚实的告诉自己自己是知道的，可是去拿了这个钱却不努力工作的话，会带给你业力的大灾难。所以这个是很重的业力钱，业力财。所以当你去拿这一个组织的钱，你去取用这一个资助金，而没有去做相对的工作的时候，这是很重的业力。就是有很多人会来跟我说他们一直在亏钱，然后来跟我说但是老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亏钱呢、啊？为什么我一直有很大的开销啊？为什么钱一直不够用啊？也许你没有把那个钱善用在对的地方，也许你没有做好你的工作，这个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侦探也懂的这个道理。可是这个是长期财务压力的一个门票，所以如果你拿佛法的钱，然后你却没有生产出任何有用的东西的话，这个会带给你财务上的大灾难。至少尽力做，并不是说你要过度疲劳、过度工作，因为你过度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品质就会降低。那我们也不希望你做一些很糟糕的工作出来，我也不希望你降低你的工作品质，所以你仍然要找到平衡，你要做好你的学习，做好你的闭关，然后也做好你的工作。所以请不要过度工作、过劳，让自己生病。所以我们是请你去做一个合理的工作量，然后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所以取用佛法财是要很小心。可是如果你得到了一个资助，然后你做好了你应做的事情的话，这就会是极度好的善业，而且你最终会得到极大的财务成功。很奇妙的，就是在财务上会变得非常成功。像我给出了$3,000今天早上，就是当你去跟随业力的规则，钱就是会来到你的身上，像疯掉一样的涌到你的身上。像就是光是过了一个早上，我们就得到了$40,000，就是这样。好，下一个问题。好，这个问题我来总结一下。在冥想当中，当他一开始专注在冥想的对境上，他的身体就开始颤抖，或者开始大笑，又或者是身体会紧绷。那问题就是，那他可以做什么去缓解这个问题，或者能做什么一些不同的方法？不然的话，这样冥想是很不舒服的。好，很好的问题。当你在冥想的时候，因为 Lung Sam Jupa Chi， 这是什么？要给我亚利桑那布里的版本。对，就是骑马的牛仔。那些念头是在骑在气上面的，就像牛仔骑在马上。所以当你在冥想的时候，你的思维过程会影响你的精微体，非常影响你的精微体。当你坐着闭上眼睛，静默的完全不动，在冥想坐垫上，你是在操控那个牛仔，所以马就会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对牛仔做大改变的时候， 那匹马也会跟着动。所以是很常见的，一个在冥想当中的人会忽然抖一下，或者是你的身体会有一点动一下，或者你开始颤抖。
所以这个就是你去到你的精微体了，你的练习。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好的抖跟不好的抖，我给你一些指引。一个忽然的抖通常是好的，应该是好的。这个是一个突然释放出来的气的象征，就是像你在练习瑜伽的时候忽然开始打嗝，很奇怪的，就是每个体式都来打嗝一下，这个是好的一个征兆，就代表有一些气被释放出来了，因为有一些以前堵住的气被释放出来了，所以你会打嗝或者会放屁或者你会 出汗。在瑜伽传承里面，这个是认为是非常成功的表现，就是流汗、打嗝、放屁，就表示你是一个成功的瑜伽士。当然你在那个时候在他的身边，也许你就觉得不大好玩了，屁很臭，就是你会感受到他的气在释放。啊，顺带一提，当气流动开来的时候，你有时候会 有一些小受伤，当你练瑜伽的时候，你可能会脚踝崴到啦，或者肩膀会扭到啦等等，这个是表现你身体里的气，就是那些滞气被释放出来开始流动了。所以如果你试试你第一第二年开始练瑜伽，或者是你第一第二第三年才刚开始做冥想的话，会有这样的征兆，会有这些忽然气释放出来的征兆，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你在瑜伽当中有一些受伤，比如说我在三年闭关的时候，我就练瑜伽的时候伤了肩膀，那就好好照顾那个伤，不要尝试让那个气在那边动更多了，暂时就先让它休息，照顾好它。可是理解这一个伤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气的释放，所以你在冥想当中如果有颤抖或者是跳一下，一般而言是一个好的，不是，就是如果你是抖一下的话通常是好事，可是如果你是不断的颤抖的话，这可能是不大好，就可能你的气过多了。那如何会气过多过度旺盛呢？就也许你冥想太多了，就你冥想超过了你的冥想能力，尤其是你的心轮的这个地方，那你太过专注在心轮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导致身体颤抖。这个是因为也许你没有自觉你有这么做，也许你是在观想你的老师来到你的心间，可是通常我们冥想会把意识专注在心的心脏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在冥想当中开始颤抖的话，这个就不太好了，因为就代表于过度旺盛的气。那传统有一个很简单的纠正，就是把你的观想往下拉，拉到你的肚脐以下。每一次你发现自己颤抖的时候，这是一个坏的象征，所以就要立马把你的观想往下拉，拉到你的肚脐，肚脐的后方，去到你的肚脐的后方，不是在肚脐上哦，不是在表皮肚脐上，而是肚脐的后方，大概两寸，就是去到你的肚脐向左弯，然后往内走，也不是在你的脊柱里面，是脊柱前半寸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做冥想的观想，然后你的颤抖就会停止了。所以如果你有颤抖的现象的话，要先处理好，然后不然的话它就会越来越糟，你的冥想就会变成烦恼的冥想，你就会越来越有多烦恼，然后做完那个冥想你就会变成一个很烦的人，你就会去烦你家里的人。那以上就是一般的指引，顺带一提，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老师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你要跟一个有做过长期闭关的人建立起一个关系，
然后他才能够告诉你一个跳一下跟颤抖之间的差别。你需要有经验的人去教你这一些事情。所以钻石山闭关中心是如此美妙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都有很多做过三年大闭关的资深的闭关者可以协助你在这些事情上。所以我们很幸运在钻石山有很多这一些的员工，就是他们有在三年大闭关之后还活下来，所以他们都很清楚这些事情，他们都很熟悉，因为他们都经历过，他们自己也犯过错，因此他们从错误当中学习到。所以如果你有抖一下或者是不断颤抖的这些症状的话，你要知道怎么去处理。那如果你是在线上，也最好去问一下这一些，比如说在钻石山的人，可以联系上他们去问。好，交给 Tim。 Oh, 我得要上厕所了耶。那因此好让 Tim 可以压榨一下大家。好，原本不是这样的安排的，可是好了，也行。那我们接下来下一堂课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受菩萨戒。如果你是第一次受菩萨戒的话，然后希望得到一个菩萨名，请去后面找 Rebecca， 因此他才能给你资讯，我们才能给你这个名。那接下来很快，如果你是线上的同学，如果你决定要受完整的菩萨戒、啊、大家请 留下、哦、如果你要受完整的菩萨戒，你可以在线上报名，然后我们就会寄给你你的名字，你的菩萨名。今年我们会在今年内寄给你，这个是一个笑话了，因为上一次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给大家寄他们的菩萨名，是我的错，对不起。那所以我们会这一次快速的拿到大家的报名单，然后我们就会尽速的给你们名字。那葛西老师刚刚说我来压榨大家，可是其实也不是了。那因为如大家所知 ACI 的老师们是不能因为上课而收取学费的，他们是免费教学，所以你们任何人如果曾经有教过任何的东西，就不论是 ACI 是其他的课程，你也知道要背这些课是要花多少的时间心思，以及真正去教课，任何一个现在有跟格西麦克工作的人都知道他每一天花多少小时去准备这些课都是免费提供的。那只有少数的一些公司，比如说 DCI 他有收钱，可是像 ACI 他是一毛钱都不收的，他是免费的去为这一个那些一些组织工作。可是你看见他，也至少我个人看见他给出多少的爱，多少的关心，多少的心思去准备这些课程，去跟我们每一个人做连结。因为对我而言，似乎他就只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得到快乐成功的人生，对吗？我们都眼看见他每天花多少个小时，就是我一天会收到他五个 email 跟我说，哦，我们现在要做这个，我们现在要做那个，他从来不停歇的。如果你不在这个组织里面工作，你是看不见这些事情。那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想要赶上他的脚步，仿佛要追随他那么的努力工作，可是我个人是找不到那么大的能量去跟上格西老师的步调，可是是他个人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可以做到。所以如果 你心中有这样的发心，这个并不是一个义务哦，就是大家都知道光是要举办这样的课程背后的开销是有多少，你都能想象。我们这边有一个完整的技术团队，我们有线上的还有线上的技术团队，其实这个背后有非常多的人在帮忙把这些课程带给你们。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发心，想要支持这件事情，支持格西麦克，支持他如此不停歇的努力，那接下来会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我再提一次，这个并不是一个义务，你并不一定要做，只是说你心中如果有这样的发心，想要做一些供养，想要奉献一些东西的话，很欢迎。你叫什么名字？ Dinara。 如果在现场线下的同学如果想要支持我们的项目跟格西麦克的话，可以找 Dinara。 然后线上就是格西老师每当拿到钱的时候，他就拿着那一叠钱，然后就立即当场问说谁需要钱，然后他就马上把它发光，然后我就会经常看见钱就是这么的流进他的手中又从他手中流出，所以他自己是什么都不留的，所以是全部都去到支持他所有的项目。因为他现在去上厕所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说这些话。所以再一次感谢每一位。那如果你想要来这个受菩萨戒的仪轨当中，那欢迎在20-25分钟之后回来。那我们线上会有那个连结给大家，就是如果你想要领一个菩萨名的话，那我们25分钟后再见。Hi, welcome to another beautiful interview here with the Peachtree World News crew. We're really happy today. We have with us the director of the Three Jewels from New York. Her name is Rachel Webb, and we're super excited to have her here close to home so we get to interview her in person. And we just wanted to take some time with her and really help everyone get to know her a little bit better and spread some of the good news on the projects that she's been working on. So I'd like to start off the interview by asking you just a quick question.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how you first got involved with the Three Jewels? It's a beautiful question, and it's a question that I'm asked often, and it's a funny story because I did not find Three Jewels. I was at a coffee shop, and I met Hector, who's the president of the